哒哒哒哒哒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直接买这个女神之泪。寒冰。被动还是一样的啊。Q 技能可以在释放冰块中再次释放，提前来引爆。造成55点魔法伤害，冰冻敌人3秒，持续缓速 20%， 看到没有？冰冻敌人3秒，全军出击，到达终点引爆会眩晕 1.1 秒，我听到了寒冰下的气，然后他这个就会翻倍，伤害翻倍，大招，他会施加冰冻效果。冰鸟终于能够出场，这个弹道舒服多了呀。这跟以前没法比，好吧，以前那个平 A 真的是太捞了，现在补刀好补多了。他如果点我，我就触发电型调直，调直来嘛，我有被动的，我怕你，我满血了，哎，你怎么打嘛，是吧？哎，我满血了，不亏的，换嘛，无所谓，反正被动早用早 CD 嘛。他没血了，他这波不交易他就完了，而反应还挺快。他回家了，他想压我。卢山在前期对线很强，所以他才就跟我硬打，但如果我要让他的话，我就要被他压了，我就被他滚雪球了，我们点燃直接把他血线压下去啊！我只是损失一个被动而已，但我被动好得很快，早用早 CD。他现在不太敢调皮，我们就补刀就好啊。时不时的用这个 Q 技能 Q 他一下，你反应不过来吧？这伤害高不高嘛？这伤害，开玩笑，电刑打完就溜。很痛，我来了，别怕。好，闪现交的不错，卡住了，我没点燃啊，兄弟，这有点尴尬吧？我伤害不够呀。哎，他都能回复。哦，我得溜，我没有被动，我靠。哎，我都保不住你。快跑 ！Nice， Q 技能刚好 ，Q 技能刚好。那你不送吗？哎，那你这不在送吗？行，就硬换，就硬换呗。我不亏啊，这兵线很舒服，正好回家补补装备，挺好的。这兵线太棒了，炮车帮我顶一下，就溜一个兵的经验，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。舒服，我溜了，我溜了，我可以推线了，速推一波。
别过来，兄弟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我打死你！我正好回家，正好回家，我推线快，抓不死我。我的被动好了。说实话，这个古拉加斯还挺拼的。我那一波没有被动，我估计这个卢先跟他说了。我现在就快速推线就行了。耗蓝很快啊，所以我要先出，先堆回蓝装。回家了，嘿嘿，没来了，哎，就疯狂推线，推完就溜，推完就溜，必须要吃蓝 buff， 真凶没蓝 buff 不行，就玩不了。我七级了，还出来推一波溜，推两波就跑，打野抓不到。反正也不漏兵啊，回家快。好，帮忙给个蓝很重要。我太缺蓝了。兄弟先帮我打蓝。哎呦，你不帮我打吗？我靠，我自己打太难受了。好吧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刷钱啊！现在我们就疯狂刷钱。凤凰有了蓝 buff 就不要再移动了，就不要再跑了，就刷钱就行了。给我问号干嘛？这波你跑过去打不是送吗？他们打龙了，没打，打了核心。我现在比他高两级。现在比他高了两等，为什么疯狂给我问号？你在干什么？你要把输赢怪在前期的优劣势怪在一个疯狂身上吗？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！再推一波吧。83刀。看能不能吃波塔皮。哎，哇！你小兵把我打死你！你在开玩笑？你在跟我斗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呢？你这，哟，给他溜掉了，没人，有人他死了，差了一点点。你在跟我开玩笑？你这。没有蓝了，这个我要吃掉。好，就完美回家。这卢仙差了一丝血啊，他想太多了，他觉得他可以把我杀了。
回家。大天使之杖，好，来个针眼，无敌了，九级了，无敌了。哎，他只有六十级的，他们下路不是 AD， 中路是 AD。这卢仙的话，我现在要折磨他了。打不到，我留不住，哎，留住了，好像不太行。后面他没东西，你想杀我？你想干什么？就痛不痛？就问你这个，我的包晕蛋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哎，回复有点快。好吧，我们应该是打赢了啊！他们招都用在我身上了，而且我输出还打出来了。我的，好的，这挺好的。回家，这波立功啊！这波立大功，这波输出打足了，伤害也吃足了。哦，好像有点麻烦啊！我溜了，蓝不够，走不掉。哎，主要差100块钱，你说烦不烦？就出这个吧。出明朗吧，法穿不够，明朗也能出啊，明朗也能出的，两个功效不一样。一个在完美静止中的世界，绝对。我蓝 buff 也不给我啊。下路打不过，他们下路有点肥。被终结了。上路不见了。想要来抓我一波，被我意识到了。这个人想抓我一波，想一起抓我。我有弹，马上有闪，抓不死啊！除非我被炸过去。酒桶能把我炸回去啊，所以我们要小心点。OK， 800块。再收一波，他们要爆团了，他们下路优势有点大。哎，完了，怎么从这里走？包晕蛋，但是并没什么用。这谁能扛得住？回家喽，900块，差一点。先出这个吧。
蓝不够用。有点捞啊，这个 AD。来来来，小龙搞一波，他还有这个东西，还敢打，你们还敢打，那就不许。我打死你，你扛得住，我的伤害你扛得住，你扛得住，你扛得住，你扛得住吗？你扛得住吗？爆晕弹，你受得了吗？你根本受不了啊！哎，真的根本受不了。伤害爆炸，没事，不用理他。来，调皮就杀他来，来来。哦。他玩。说了说了说了，没配合好，这波什么啊，就是他没有交易，我们锤石并没有走上去，这个锤石上去把他 E 逼出来，我交 Q， 但是没知道，没想到这个路线这么老，他不交 E， 他可能 E 没有 CD， 哦，峡谷被抢了，马上无敌，我是蓝 buff， 我们一人一条龙还行，把这个面具做出来我就出杀人书了，再收一波，要主 Q 辅 W，这个 W 打架很厉害的， Q 只要学一级就行了， Q 不要学多没什么用，它主要是一个控制效果，触发 E 的双倍伤害效果，能让我们的寒冰刺骨伤害三倍就行了，再刷个面具，勾他一层，下路大枪，我们得赶过去，顺便把这个塔推了，团战我很猛的，我输出很高，而且这个环，哎呦，这可不能捡啊，都在乱搞，这个对，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是并没有去计算对面的位置，我来了，大条跑掉了，我觉得他在玩火，他马上要死，算了算了，一个人不好杀，哎，算了，他有治疗，我闪现一阶点燃触发电刑，他有治疗的话我就死了，不划算，没必要赌，我们把这个输了，先把这个输混起来，
来，推一手中塔。等一下，哦，别怕，可以勾，可以勾，躲起来，看对面敢不敢上，上他们就上当了。哎，这你能吃得消？有多少？爆晕弹，你痛不痛？这伤害，好。管束，别动，好，他没了，你不死不死？哎，我就这个墙，非常的恶心，给个缓速，寒冰四国 double 伤害 ，OK， 那边有个辅助。标志，管他术，怎么说？没脾气。我在这里恶心他们，好像不需要。我 W 满了，可以直接卡。可以直接封路，塔前直接封路了。凤凰最厉害的就是他的 W， 他的其他技能一般般啊，最厉害的就是这个 W。经常能够强行的开团。我们把面具补出来，再打两波团，把杀人书混起来，再把大面具一出，啊，就可以秒人了。别怕，往后走，继续。好，他没了，别动了，你回不去了，兄弟，他们人也过不来。好，留下一条直，痛不痛？缓速，恶不恶心？爆晕弹，溜溜，十层，我们来收个蓝，可以考虑大龙。我打龙很快，大龙直接打，队友不是很敢打，有点怕。哎，怎么一个人冲过去了？我来了，框住。隔开，别动，卡住酒桶，吃我双倍伤害。好，得了，不需要叫闪。你再过来，我就要卡你了，兄弟，一条直，一条直，救我，来人！你们不亏吗？硬杀，这样他们亏大了呀！我还有弹，我能拖很久。打龙吧，没了，他们没了，GG了。可以搞大龙了。
来收个蓝，加波急速，这波没弹没闪，可能要猥琐一点。可以的，把这个鳄鱼给抓了，他死了。别跑，打吧，他们不敢来了。嗯，他好，水桶也得死，给我个距离。好，跑不掉了。哟，还有闪，效果一样，他有闪。小龙我不给他们收，你们是大龙就行，小龙我来看着。嗯哼，你胆子真大，不见棺材不掉不落泪。十二层可以，这个罗仙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投了，不玩了，放弃了。啊，看一下我的输出，15900，为什么不高？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发挥。